真的一间空房都没有了吗？十分抱歉，今天的房间都被订满了。不好意思，如果不介意的话，我的房间虽然不豪华，但还算干净，我可以让给两位暂住一晚。喏，这里就是我的房间，我要值班，请你们安心休息吧。哦，真的很谢谢你，年轻人。太好了，真是遇到贵人了。给我的，是一张机票。年轻人，你终于来了，这是我为你盖的旅馆。我希望能有像你这么善良的人来为我经营。你是当初那位？这旅馆就是纽约最知名的华尔道夫饭店，当年这位服务生乔治波特就是奠定了华尔道夫世界地位的推手，因为他有一颗关怀客人的心。